羊捆肠，能吃牛羊肉，能吃肥的，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啊。88一包，一包里面的话就是三块，一斤装的啊，里面是带油的。拍这个给你们送辣椒油，回家以后放点海鲜酱，放点蒜片啥的，然后直接蘸着吃，特别特别特别香啊。这个是空气炸锅炸的羊捆肠，把里边的油都炸没了。然后88一包，下方小黄车有啊，一包里面是三捆，你们最好回家就是蒸着吃，它是能吃牛羊肉能吃肥的就可以拍啊，因为它里边是有油的。想吃的小黄车直接去下单就行。蒸的稍微硬点，不是那么特别好嚼。底下肯定不拉丝了，炸脆了。来，姑娘帮拿一个，来，姑娘帮忙拿过来，这个。老香了，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，98两包，14638包啊！来个大胖子，空闲无有的拉丝大肠啊，肉超级厚啊，里面一点油都没有。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，98两包，14638包啊！一包250克，最少是两个大肠头。这品质啊，杠杠的。吃的大肠还得更鲜吃。明肠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明肠是啥。明肠就是大肠头下边这轱辘细的肠，就叫明肠，知道了吧？也是空气无油的，跟大肠的味道差不多。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是缺点，它是不一样的地方吧。就是大肠特别香，它是属于比较酥的那种啊，没有大肠的肉厚。但是我不爱吃油腻的，他就会特别喜欢这个。嗯，反光了呢。鸡腿肠，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啊。这个是我刚才吃过的，这上面的话你们下单以后会送你们我用的这种蘸料啊，直接去拍就可以了。特别特别好吃啊，里面是鸡腿的大块肉，咱们自己家做的，一点淀粉和面粉都没给你们放，就是想自己去看啊。说烫没毛病，吃完这也趁热吃，越热越好吃。香辣，然后孜然味的三角菇啊，这个就是一包啊，一包是250克，我手里拿的这些啊，这是我昨天晚上吃剩下的，我就直接拿过来录了。250克一包，买忘拿筷子。没有汤，净的脆骨啊。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，拍个封面。